登场的蓝方选手，来自日本新 K1 的新贵，曾经战胜多位日本的搏击高手，当前的战绩呢是9胜9负，4次 KO 对手。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日本的东本杨贵。26 years old, he won gym. The Mucky Tears Knife, NW. 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好，非常重，后中朝，哇，两个都硬碰硬的，紧张起来。是，那东北央贵的拳法很重，要小心一点，而且是反架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东北杨贵还有上下两段的一个后扫踢，所以呢你不容易判断。好，刚才的后中扫非常的重啊。是，王志伟不能放松，还要紧张起来。对方拳跟这个腿都很重，双方现在其实还是在试探的一个阶段。是啊，其实可以多做一做。是，那王志伟还有好几招了。好，转身边旋。啊，好的，给引起。哦，这已经打得很准了。王志伟一个挑衅，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其实他的后置线已经在等好了。是，打得很准。这是一个陷阱。我的对方力量蛮大的。对方力量蛮大。是，他每天都在做那深蹲了，这些力量训练的。哎呦，故意要完蛋！故意来。啊，好的。哦。王志伟又给对方拉了个陷阱。是是。你来呀，你来呀！对，其实前半天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一次王志伟能不能进行比赛了？啊，王志伟，哎，今天非常的自信。是，他是故意耍对方啊。好的，王志伟抓住机会，有机会对方高手高手，对方困了，高手困了，有了。今天打得非常聪明，我觉得就让这个日本选手倒在我们的面前。是啊，这开始变得有点奸诈了，对对，太好，这就是变得成熟了嘛。是是，这就是年轻选手进步的地方。就是纯技术纯力量的话，对方可能跟他差不多，但是呢他玩心理战了。是，赢得太漂亮了。这个令人非常值得再一看再看的比赛，尤其各位要去揣摩一下这个王志伟他的一个心理战。是啊。